好，我是敏。今天的影片呢是阿姆阿姆吃美食，可是我为什么不在我一般的就是座位上呢？今天想要就是试试看做我傻逼的猫仙食，因为就最近看很多猫咪的影片，然后我也很爱看好味小姐的影片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说，那我就参考它其中一个影片呢，是要做鸡蛋杯杯，就是要把鸡肉跟鱼肉填在水煮蛋里面这样子，然后看他就是会不会喜欢吃。其实我们刚刚在煮的时候，他已经就是忍不住去舔了那个鸡肉，然后喝了一点点那个煮鸡肉的汤，是不是？好，那食谱的部分呢，我会把连结放在左上角，你们可以去参考。今天影片算是蛮临时起意的啦，所以有一点点随性，大家不要介意。偷吃鸡肉，结果我现在怎么样？伸懒腰，我现在弄好了，不肯吃，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你给几个阿姆阿姆？沉默的阿姆阿姆，零分。你好歹也有吃一口哎，这很难吃是不是？为了肯定有花多少钱啊，妹妹？真的，而且我还买鲑鱼哎。